等一下，他没有在八秒嘞。要按快门吗？什么意思？他按快门就开始。啊？要怎么录啊？还是要按两？我不晓得这样到底有没有在录哎。这还在录吗？喂喂 ，OK 有啊？这样有吗？有，他声音表有在跑。喂喂，不是嘞，可是他这个后面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倒数的吧？倒数，对对，这是倒数的吧？这个啊，那录影到底是什么？录影会倒数。那我再按一次好了，来，我再按一次，这样子吗？还有哈，这次，大家先给爸爸看一下。这样有录吗？啊？秒数是倒数的，是倒数的呢。对。这样就在跑了。就是他声音表有在动啊。所以这样是在录影吗？关掉按什么？哪里关掉？8月20号星期四的血鬼数作小的抽抽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妈妈都会接。好，那大家今天我们要来做小的抽抽乐，这次的封面是柴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奖品。奖品有纸一个，西瓜的角落生物便条，角落生物便条2号，角落生物便条3号，两个角落生物的签，书签。两个卡贴，小的沙发乘5，官话乘5。9个鬼灭之刃的小贴纸，好，那需要的胶水和彩色笔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做吧 ，Go！ 要放了，放。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东西。要把奖品放过来，它还是主角。你先放些到你的那。通常爸爸都会帮我。好，那现在就来放礼物吧。
去，还搞什么写什么的，什么贴纸，直接放进去就好，以前的样子。那这个刮画我就我放，好来。放金鱼。有点歪掉的超超了。
匙怎么没有呢？好吧，那就先这样。你们也超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没关系，不用害怕。好，顺便加订阅，我每次上6点都会出现漂亮的小星星。